小闹。是不管我多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吗？能改变的。你做的一切已经将我改变了。在你出现以前，我一直是一个人孤单地面对所有的事情，为了证明我父亲的清白而去努力，为了隐藏身份而选择隐忍。直到你的出现，你让我不再孤单，你让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和有趣了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让我的人生有了不同的意义。所以现在的我就是你努力的成果。家，请继续加油。跟你说严肃的事儿。我说的也是严肃的事情。因为你的努力，所以我更加的不会放弃。现在反倒是你，王艺昕已经不见了，没有人再会威胁到你的安全，所以我想对你说，欢迎回家。太不要脸了！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他干不出什么好事来，竟然是他偷了许叔叔的专利。还对初夏做出了这种事儿，我真的我，等等，你要干嘛？我要拿这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，我打爆他的头，让他跪在许叔叔面前给他道歉。哎呀，你先别激动，我拿法棍收拾我还有点用。我们现在又没有证据，魏星河不会承认是他偷了专利书的，赵耀阳也不会承认是他剽窃了许叔叔的专利。没有证据，他们肯定是不会承认的。嗯。那我们就这么算了，就这么放过他们呀？哎呀，初夏连欺骗时间这种事情都做了，还是没有留下专利书的证据，我们重新找办法。嗯，好了，气死我了，别生气了。